我是希望咱的少年对家己的国家做一个国民的意识，唔通忘记的。只要恁的正义感，做恁的行动，无必要去考虑什么嘢。对你的良心会当做的代志，你来做。而同时，也是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的辜宽敏，一心一意投入台湾独立建国以及推进台湾新宪法运动为志业，并以对的事情就要去做，不做就是零为座右铭，希望来凝聚台湾人的意识，让国家能以台湾之名站上世界的舞台。